你朋友的全装大挑战，这么大的太阳你要出去吗？我不出去啊。那你化这么全妆，别管了，我要大扫除，你快进屋躺着吧。还有这好事？那我睡觉去了啊。去吧。陪他们。不是，哎，拉窗帘了还呀？外面太阳那么大，你咋睡呀？真贴心。衣服给我。干啥呀？我给你洗了呀。那我穿啥呀？睡觉呢，穿衣服能得劲吗？哦，也是哈。哎。你给我等啥呀？睡觉了不是？不能怎么睡呀、啊？啊，那也是哈。不是你这干啥呀？我躺会儿啊，我干一天活了，累死了。哦，你要躺会儿，那我去客厅了啊。干啥呀？我最近有点打呼噜，我怕影响你啊。那啥，走了啊。你要是不在屋里待着，你就给我出去，看你就烦。给我的吗？当然了。漂亮，你好会说呀。那咱俩快进屋躺着去吧。你等会儿，我有点饿了，我想先吃点东西，你先进屋。那我进屋等你啊。啊，去吧。哼，我是不会让你阴谋得逞的。哎，亲戚来了。你他妈吃屎了！